直播吧7月4日讯，据 Football Italia 报道，在退出裁判界之后，前意甲裁判保罗塔利亚文托 Paolo Togliavento 成为一丙球队特尔纳纳 Paolo Togliavento 主帅。塔利亚文托曾在意甲执法14年的时间，2007年至2017年他曾担任欧足联和国际足联的裁判。今年5月他宣布退出裁判界，今年9月塔利亚文托将年满46岁，他出生于特尔纳纳所在的城市特尔尼。上赛季结束的时候，特尔纳纳趁意已降级乙丙，尽管是一名国际级的裁判，但塔利亚文托在2006年的电话门丑闻中陷入了争议。2012年，塔利亚文托米兰对阵尤文的比赛中，吹掉了蒙塔里的进球。上赛季末段，他作为第四官员见证了尤文对阵国米的争议之战。